道，还是给大家发货。今初一吗？今初一。那个双十一啊，没给大家搞活动。现在这日子过着过着，又双十一、双十二的啊，我们准备双十二给大家搞活动，提前搞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一直搞到这个十三为止，十三就不发货了。买三瓶辣酱送一瓶生姜啊，这样我们的产品大家都可以尝到味道了啊。给我们石总发一下言，石总没你口才好，走，送到快递点去，走。嘿，你这新天你不好睡觉，起那么早，冷不冷啊？淘气第一事儿，当初第一事儿，好冷是不是？缩起个脖子来，缩起个脖子来。哎呀，的单号没贴，咋贴一下？搞完了，这你家邻居的树都被你吃光了，这果子。不在家，不吃家也冻坏了，是吧？这可找的不错哈。在我们前两天腌制的那个牛肉啊，已经闻到香味了，腌制了这个四天啊。今天天气好，拿出来晾一晾，晾一两天就可以去烟熏了。开工，好吃吗？好吃。老郭，你不帮我吃醋吗？你在我面秀恩爱，来亲一个，亲一个，这个是墨莲。墨莲用普通话怎么说？墨莲。我不知道叫啥。墨莲不就是那个叫什么？反正都是自己吃的。叫什么？中午做一块吃。粽子，我们只有吃牛皮的。一百多块钱一斤，我还能拿吃得起哦。那牛肉现在也晒完了，晒个2到3天，再拿烟去熏。现在去抓一只甲鱼，抓甲鱼，抓一只，一只我也抓，客户就是上帝。这个小，你看，看你看了几下，就2斤哈。嗯。有两百元。这有没有？啊？有吗？有没有2斤半？那都是五十，两毛。哎呦！你这指甲，我是抓我这。咦，指甲会抓人？再过来拉一下豆渣。现在豆渣也拉完了，一个上午过去一大半了。回去喂牛棚放牛去。